意大利女星索菲亚·罗兰被誉为世界上最具自然美的人，永远的女神。4月20日，现年79岁的索菲亚·罗兰在香港出席某珠宝活动，一袭黑色深 V 晚装毫不吝惜胸前争光，一出场就成为全场焦点。活动上，索菲亚·罗兰不时与现场粉丝挥手交流，相当亲切。活动后，索菲亚·罗兰大方接受媒体拍照，巨星范儿十足。本安排好的采访，在记者提问时却被突然取消，让众人摸不着头脑。索菲亚·罗兰在保安和经纪人的保护下自顾自地离开，没有对媒体做任何解释，现场情况一片混乱。